主席，各位先进，请主席请下我们法务部的次长好吗？陈次长，副院长，那次长早。这个外界有批评了就我们政府的官舍啊，闲置土地很多，闲置的宿舍很多，但是又花了很多的租金呢、去租啊，租办公室，明显的浪费公帑啊。啊，外界直接点名，里面很严重之一的是法务部啊，法务部啊，每年的租金1.24亿，但是你有土地呢，有30公顷的土地，有超过1030户的闲置的官舍啊，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外边批评你批评很凶啊，就法务部是 justice 啊，是公正的，要公正的一个部会啊，谈法嘛，对不对？结果你们带头啊。观瞻很不好，观感非常不好啊！就是你的土地，你有30公顷的土地，然后你有1000多个什么官舍，不用，你要不要回应一下？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呢，有一些事实上的落差，那我们也跟媒体有在反映过。比方说那个官舍跟土地的问题，有些土地是监所用地，但是没法盖。比方说士林看守所本来要迁到汐止那片土地的话呢，已经10多年来没办法开发利用，那。将来是不是要缴回去给国产署来做统筹处理，这也是另外一个思考。所以我们把士林看守所也裁撤，先成立了在土城成立了女子看守所，全国第一个女子看守所。另外有一些土地的话呢，像台南监狱的旧的宿舍，那个要移拨给台南市政府的，在陆续移拨中。要赶快做啊！那土地怀璧其罪哦，各部委来讲，像国防部就是明显例子啊，土地一堆，人家看的都碍眼。对不对？因为有历史上的因素，你很多的土地不用，就赶快还给国家财产署。对，这个账算得很清楚啊。是，对不对？这个是老百姓是很痛恨的、啊，老百姓很痛恨的说，哎，啊你土地叫谁啊？官舍叫谁？啊为什么还要编租金？还去租？还每年花1亿多去租？就是你的部分跟我报告，这一部分租的部分，大部分在检察官的部分啊。一般的行政人员，老实讲，一般行政人员现在没有租，没有租。哎，你自己的闲置的官舍，难道不能把它修就可以用？不是，那个没办法修的。比方说华光那个，现在目前还没有移还给国产署，华光社区整片的都归华部所属机关了、啊，还是？第二个，我请教你啊，有关于食安的事情，大家很注意了啊。那现在有个叫填补性的赔偿跟惩罚性的赔偿嘛，是。法务部的观点是怎么样？我们对于这种恶意的，像这种像刻意的赚黑心钱的，这个不应该只有这个叫什么损害赔偿而已吧？应该变成惩罚性的赔偿吧？应该是。我们赞成啊，所以在修法，事实上现在消保法里面就有这个机制了，消费者保法。但是在食品安全管理法里面呢，最近在修法中的部分，我们是支持。卫福部呢提这个建议。好，同样的，我们看到昨天发生一个看起来很令人很愤怒的事情啊，看到这个怎么相待啊，会去锅长护理人员啊什么之类的啊，这医疗纠纷啊，现在几乎每天有一个医生被告，几乎啊，现在普遍的人民的意识提高嘛啊，动不动就告你，动不动就告你，每个立委一定接触到这样很多例子嘛啊，这个医病关系啊，变得很紧张啊，因为我们健保这么好，然后跟国外的美国、加拿大的这些老侨啊也好了，新侨呀、啊，最后年纪大了一定想回来台湾，为什么？医疗太好了，学个短二嘞。可是这个医生来讲没有保障啊，一天到晚就被告，一天到晚就被告，这个东西啊，你赞不赞成啊？现在已经有外界有委员提出来，你赞不赞成？关于像这样类似郭这种去。赏耳光这种啊，护理人员、医务人员这样子啊，不要变告诉乃论了、啊，就有侵害到这个东西啊，就直接公诉罪可以吗？这一部分的话呢，卫福部呢也在医疗法啊、哦，或是医师法，他们准备在做修法，法务部基本上呢是不反对啊、哦，因为但是你赞不赞成这改成公诉罪？有一部分，比方说恐吓啦，这个恐吓医生呢、啊，现在对不对？但是现在有一部分包括伤害了，伤害是要告诉乃论的，恐吓是不必要的啊。但是举证问题，那为伤害要不要？伤害要不要变公诉罪？伤害如果对医生的伤害的部分的话，是不是要变公诉罪呢？我们是建议卫福部呢，在邀集医事法律专家说必要性，然后不要定在刑法。你们原来就有伤害罪了，不是？对，伤害刑法是对一般的嘛，那对特殊行业。
如果有这个需要性的话呢，我们并没有反对的哈。但是呢，你赞不赞成？你赞不赞成？我个人不反对。也赞成，赞成跟不反对不太一样哦，这个东西不是力道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你要赞成哦，你要赞成哦。啊，卫福部私下来问过我了，我个人是不反对。我说，但是那个文字上构成要件上要怎么处理呢？可能要再思考一下。好，一方面保障我们当然保障这个病患的权益嘛。可是另一方面，这些人是辛苦替我们服务的，也要给他保障一下吧。是需要保障。对的，现在他过来，有点天平都已经反过来了，这民意非常高涨，对不对？当然，我们这个权利很重要了，这个民意大开。可是另一方面，变成医务人员变成弱势，你看随便就给巴掌打过去。所以我们建议卫福部哈、把这个相关的对，把这相关的数据要能够对外有所交代。为什么这个业别需要？比方会计师为什么不需要？等等这些，那这个差别性呢？我们也请卫福部呢提供资料。那将来呢，在修法草案的时候呢，它有比较具有说服力。对医务人员的直接伤害，我认为法务部应该很积极的去支持卫福部要提出来，不是告诉来论，要变成公诉罪。我们目前直接要去弄。我们目前有跟卫福部要联系哟。啊，有，因为卫福部有来函问过。哎，对嘛，你们赞成吧？我们目前，我现在只能说不反对了，因为这个细节性还没写出来哈，我们只能到这个地步，好不好？好，那么你。这个我看昨天的，像昨天的《一周刊》的周刊提出来说，监听到什么副总统啊、萧万长啊，这个事情，你们法务部要去对外澄清了、有没有澄清一下、你们呢、不过这是因为涉及到个案呐、啊，个案到底特侦组有没有、啊？有没有去了解一下、特侦组？因为替你们捅那么多娄子，我们有请他们能够做必要的澄清，但是我们澄清没有，那有特侦组来决定，我们没办法处理。还没有看到、不是涉及到个案，法务部不能不让他澄清啊。不是，那叫特侦组澄清啊、我们有请他们去做。他们澄清没有？目前没有看到、这么奇怪嘞！啊，你们这个问题还蛮没有看到，这问题还蛮严重的嘞。对一个卸任的国家副元首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情收哈、外界的观感很不好是啊，不管政党立场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这是一个基本对人权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他又是这么样的一个有身份的，啊，这种东西会人人自危啊，好不好？你们叫特侦组赶快去对外说明吧，再请他好不好？好，请回啊。好，好，我们再请一下那个金管会的副主委好吗？请金管会，黄副主委是委员长。哎，副主委是副主委，这个是很有才华的啦，啊，我觉得你这副主委当得太慢了啊，应该要早点升官的啊。啊、现在你马上碰到一个 hot potato 啊、这个利率啊调降的问题啊、你们反对的？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讲法当然是了解是体恤民众在这个商品上利率上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利率的这个计算不是只有资金成本，还有其他的营运成本等等。全部多少？对，他们多少？有人算过说大概6%。不止啊，多少几趴？你跟我讲。以信用卡来讲，运营成本各公司不一样，有的7%，有的8%，有的9%，差不多8到9%左右。好，8到9%之间。对，8到9%是成本吧？对，给他赚个3%可以吧？还有信用风险，就是风险的成本大概有4左右，因为各公司不高啦，各银行以前他那个双打的时候打消很多呆账，他这个信用风险多少？风险多少？大概各银行也不一样，有的4%，有的5%，有的高的7%。所以这样都偷偷拉长加起来成本多少？大概15-16%左右，差不多啊。你风险不能够叫老百姓全部承担的、这是最高的风险了、这是最高这样子啊。我觉得啦，我们几个委员都有这样的看法。我是主张啊，用浮动的概念呐、你一个 benchmark， 用邮局的也好，用央行的也好 ，whatever， 然后加上一个，如果你认为时代低，就加12，加13，我觉得。这一个最高到13%，我觉得差不多了。你还有差5%可以调降的了。你们常常恐吓，金管会常常恐吓说，哦，20%降下来之后，会让这些人跑去地下钱庄，会这样子吗？有这个顾虑，报告我。啊，有这个。你有什么实证说这样讲呢？恐吓而已啊。不是恐吓，因为、恐吓啊。现在你拿出证明呢、拿出数字啊，不嘴巴讲，我都听你们在讲，你们都被银行工会给你们洗脑而已啊。银行工会讲的，银行董事长廖正景委员做过、他做过啊，他私底下都是那本狼的啦，恐吓，恐吓之余啊，你们就被恐吓到了，你们就来恐吓我们了。
我们也是看到国际间其他国家有吗？有，他们对数字出来啊，他们对信用卡利率没有。每次讲这句话，我就很生气，就是啊都没有看到资料，一只两个嘴巴在讲而已啊，拼命讲说这样会什么的，都是用银行讲的，你们就跟着讲，而且听说你们主委十点要来啊。他很关心这个议题，他希望他怕压不住，叫他不要来了，你压得住啦，笑死人，你请你来的还对你不信任，还要找他来，叫他不要来，对不对？他很关心这个议题，他来我们还是要这样做啦，哎。还是要这样做啦，就是一个固定的 plus， 那个你们讲看成本多少，对不对？你说最高16嘛，对不对？事实上不需要到16，对不对？我认为加12可以的，12、13了不起，真的是还勉强加到14，说不定这距离差不多了，没有差很多了。用一个浮动的概念啦，社会比较能接受。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是碰到很多这样案例啊，就银行讲起来是可恶啊。对有钱人就是一副嘴脸，对穷人家就是另外一副嘴脸。然后法官今天有司法院的法官也是帮凶，在判的时候就这样判，对不对？就这样判，就只有法条根据法条，没有看看实际情况。这个相对的银行是这么的强势，对那个一般的老百姓这么的狠，对不对？大家都了解嘛，还了2倍、3倍，本金都还没有还，我已经着手要修了，修那个民法323还款的顺序。把这个本金要提前一点了，对不对？啊，这个副主委，你们跟主委讲了，他来不来，结果都一样了，啊，他来的话给不民主委你啊，所以你罩得住，你就罩得住了啦。哎，我们的主张，我最少我的主张了，我觉得就用那个浮动的概念了，不会麻烦的，怎么会麻烦？一个数字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会麻烦吗？浮动会麻烦吗？这个因为是民法的这个法律的上限，可能要参照相关民事契约的看法，那是不是用浮动？可能各方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毕竟是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们可能倾向维持了，但是而且用浮动是不是可能要看看法务部的意见？28还是高了啊？你们今天没有调降的话，你出不了门的。是，跟你讲，谢谢委员，谢谢。接着请廖正景委员发言。